一期吹奏乐部即127 DM， 传承新 DM 崭新的风貌，希望今年更上一层楼，加油！接着121期吹奏乐部加入一年级同学，在各个乐部执行不同乐器，你有看到新面孔吗？首先，队伍最前面执掌校旗的两位同学，应该是一年级新面孔。接着旗队也有，慢慢欣赏他们的表现。旗队后便是为前黑管手，现任三年级可爱新 DM。依序第一排长号手四位，第二排两位法国号，另两位短号，第三排和第四排为萨克斯风手，有八位同学。第五排两位小喇叭手，第六排三位小喇叭手，第七排和第八排为黑管手。各三位排列共六位同学，第九排为长笛手，有三位同学。后面第十排太阳号手三位，紧接住两位小鼓手。十一排有一位大鼓手，一位铁琴手。后面第十二排是武力鼓组一位。接着十三排长号手四位，十四排、十五排法国号两位和一位，十六排、十七排为萨克斯风手各四位。紧接着十八排、十九排小喇叭手各三位，二十排、二十一排为黑管手各三位，第二十二排短笛一位，长笛三位，最后跟住应该是预备手和拍手。以上若有介绍误差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多多认识铜管乐器，博主已买了萨克斯风，有机会献丑一番。